下面请您欣赏《甜蜜爱情》，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刚才是高峰老师。是。高老师说相声最大特点就是卖力气。对了，你们是看不见啊，话筒都湿了。嗨，至于？哎呀哈，不至于的。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再说一段。看着于老师在后台，其实我刚才心里边不是很舒服。怎么呢？看他刚才跟着梳头啊啊，刮脸上的胡子的时候啊，很感慨。想什么了？你们是没见过于老师的少年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成长的。对，现在你看他又白头发了，脸上有皱纹了，那五十多了。我们小的时候，谦儿哥你知道那是多骚啊。嗯，这什么话，怎么叫骚啊？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人怎么还会老呢？您看这不是自然规律吗？尤其是他刮胡子的时候，我每次看着我可难受。怎么呢？他脸上皱纹太多。是，得拿手把着。对对了，后来我还给想一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有个朋友是发廊小姐。哦，这是谁？您什么意思？我可不可以有个朋友？那当然可以了。他是不是可以在发廊工作？也没问题。他的名字叫小杰。哦，小杰呀？你以为是？我也以为是小杰呢。小杰，你看看于老师这脸啊。小杰，看看，哎呦嚯！哦呦，哎，别这么瞪呢，你还扇一巴掌似的。不要紧，有办法。有办法吗？拿出两个核桃来。核桃？文玩核桃，盘的那种。哦，就那种两个大核桃啊。于老师张嘴。嗯，给于老师塞嘴里了。哦，于老师，哎，这撑起来了。这拿刀一刮，呲儿呲儿呲儿，哎呀，可好了。哎，很适合。于老师高兴。那是。啊，高兴。哎呦，这个要是一不留神咽下去怎么办？哎，有这风险。小杰乐了啊，没事。是吗？一不留神咽下去，您就和那些人一样。怎么办？过几天给我送来。啊，您先说说我这是谁送回来的？这是。于老师当时就愣了。啊啊，是啊。嗯，我这个过几天给你送来啊。哎，这哦，合着全后送呗。您要听相声，现在听其实是最好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岁数，真有一天我们俩人到了80岁90岁啊，要这样演，估计身体就盯不下来了。哦，年龄大了。他比我大4岁。是，有一天我要是80岁，于老师就是84岁。没错，我80了，我还出去说相声？不可能。郭麒麟、郭汾阳这哥俩就得拦着我。哦，不让去。别去了啊。您更不能出去了。我的孩子们也得拦着我呀。他84了。是啊，郭小宝得拦着您啊。郭还郭小宝，您的儿子得拦着您。是，不能出去了。对，您84了。哎，今年是坎儿。哦，我用他提醒我呀。天天你要死在家里边，随时可以料理。嗯，你要在外边出事，上哪儿找去呢？啊，我非今儿死是怎么着？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您儿子给您送到医院做体检去了。体检倒是必要，然后还得上我这儿来给我送信，告诉您一声。他来的时候正是吃完了午饭，我正在睡觉午休。您儿子一进门正看见郭麒麟在家。大哥。哎，郭麒麟一回头，哟、啊、是老二回来了啊。这是怎么个排行啊？这是亲呢、啊，看着亲呢、啊。哦，郭汾阳打屋出来了。你晓得，二哥来了，都知道这顺序是吗？哎，哥仨开啤酒，坐在这儿吃饭喝酒。哦，我打这屋听见声音了。您醒了，我就出来了。哦，二的回来了，就是你给排的顺序。他赶紧跑过来。啊，我跟您说点事儿啊。哎，说事儿吧。谦儿大爷住院了。嗯，别吓他，吓他。这不像话了，怎么就管我叫谦儿大爷？第三人称嘛。哎，嗨，跟我用什么第三人？我说那你们送我上医院，我得看看去。啊，看病不放心。是，到医院，哎呦，听说您在16楼，挺高，但是电梯坏了。那别看了，你们仨人扶着我爬楼梯，那也得看，就这份交情。
哥俩好啊。到十六楼这儿写着字儿呢，写的是 ICU 啊。我检查身体，我奔 ICU 啊。我给您办的是 VIP， 那对呀、啊，钱给多了，给您调成了 ICU 了。我倒霉催的吗？这推开门一看，我眼泪都下来了。怎么呢？于老师躺在那儿，身上插的都是管子，真有病啊！我哆里哆嗦到跟前儿，看我把管子拔了。哎，这拔，拔管子去你弟啊！行了，我走。行了，干嘛解恨呢？是不是不忍心看你受罪哦，所以让我赶紧死，是吗？这也就是八十岁。哦，真到了九十岁，让我去拔管子，我也拔不动。嗯，八十的时候您拔完了，我就活不到九十岁。我要九十岁，您就是九十四岁。九十四岁，到那会儿咱俩人别说演出了，嗯，活着就是胜利。哦，只要活着就成。一个九十，一个九十四，俩老头嗯，顶多是今天天气不错，嗯，给咱两个人摆在院子里边晒会儿太阳，摆在那儿。看看河沟里的鱼啊、哦，还有河，听听树上的鸟叫，嗯，如此而已，也就这样了。坐了一会儿，您媳妇儿嫂夫人过来了，哦，喝点什么？啊，有人照顾。我说我要喝一个冰可乐。九十老头要玩命，嫂子不会给我的，当然不给、啊。九十你疯了，不能喝那个。要一杯温的柠檬水吧，哎，养养胃啊。一会儿又过来了，嗯，水果吃不吃？水果，我说冰箱里有一个大西瓜，哦，一刀切开给我拿个勺，我自个儿挖着吃，这也够呛。嫂子说不行，当然，你啊来一个荔枝，两片苹果，哎，控制一下吧。一会儿又问午饭吃什么，嗯，我说蒸一块鱼，要一个土豆沙拉，煮一个鸡蛋就好。完了，可不就吃点这个呗？哦，哎，问你个事儿啊，什么？他可半天没理我了。哎呀，啊，他是这样的，是因为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我凭什么丧失？十年前的一个医疗事故，哎呀，你不会说话了。哦，那就不理我了。我们也问你了，你也不说话，认为你就不饿。好家伙，我这十年过得太惨了。吃完了午饭，一会儿就下午茶了。啊、哦，嫂子给我烫了一壶红茶，嗯，切了几片柠檬。是，我说我要一个芝麻酱的小烧饼，哦，你切点水果，哦，小点心来一小盘就够，嗯，就是为聊天嘛，啊，到晚上问我吃什么，是，我说切两片牛肉，嗯，啊，然后拌一点蔬菜沙拉，要一小碗啊玉米粥，你瞧，你吃什么自个儿弄，啊，嗯，他吃完了，我吃完了，我们两个人守着壁炉看电视，嗯，嫂子还织毛衣，哇。但是他的沙发要离我稍微远一点，这为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我能问一问题吗？什么？这个时候我在哪儿呢？你还在院里那轮椅上呢？啊，没把我推进来呀、啊？因为我们下午茶的时候外边下暴雨。哎呦，打雷暴雨又下雹子啊！我们怕出去衣服湿了，那我就在外边着着呀。趴窗户一看呢，嗯，你很享受的。哎呀，我那是享受吗？贵族气质，别提贵族了。我们也没敢打扰你。嗯，我呀，嗯，求您一事儿得了。什么事情？以后要遇上这事儿、啊，你们俩进屋之前先把我推河里去，行不行？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大家看见了吗？这叫什么话？废话，你都这么说，你还怪人家自媒体瞎写吗？怎么自媒体又瞎写了？有的自媒体拿台上的事儿当真的说，怎么说、啊？写的话不堪入目。您不爱看吗？我那天还看见一个自媒体写的文章，写的是说郭德纲与谦儿嫂疑似关系密切，就瞎写，把我气的。你不爱看，疑似啊，不爱看这俩字儿。哦，不爱看这俩字儿是吗？我这些年白忙活了。什么白忙？忙活什么呀？你们这么胡写，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哎，这好，把我说死了。玩笑说玩笑，我是很尊敬谦儿哥和谦儿嫂的，是吗？因为我们那会儿住胡同的时候都挨着住，哦、对吧？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就是嫂子一挑那个帘子的时候，别提这个。我都没提，我没提过这个事情。您都没提三次，您提两次了，知道吗？我是很尊敬嫂夫人的啊，真的啊。你而且嫂子，我有点怕她。
你怕？哟，我们当年住平房子那会儿就是嘛。啊，胡同里边没有不怕嫂子的，厉害。你要惹了他，他能骂你一天一夜。泼妇啊！不是，他讲理，讲理骂街。有一次胡同里边是谁呀？惹了他了。哦、嫂子从中午12:30就开始骂，骂到深夜3:40。好家伙，骂半天，整个胡同很安静。啊，我一瞧，我说我劝劝吧。你劝劝，我这才出去。嫂子，行了，啊，别骂了。是，天不早了啊，太晚了，去睡觉吧，睡觉吧。啊，这才算拉倒。哦，临走嫂子还说人家呢，着不什么了？这事儿不算完。哦，要不是郭德纲喊我睡觉，我还得骂。这叫什么说话呢？有这么说话的吗？这个真的，我很尊敬嫂夫人呐。那也不能这么说呀。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有时候嫂子上后台来玩来，啊，她来了我就躲她，不见面。你躲她喊你，是吗？站着，嚷上了，嫂子好，站。一天到晚台上胡说八道的啊！你看，最近你又胡说了吗？生气了。不是嫂子，咱台上的不都是假的吗？嗯，啊，假的，废话。你说是假的了，你们说完了，大伙儿都乐了，我们怪丢人的。真生气。不是，您别生气，我错了啊，我改了，我改了。是，你少来这套，你改得了吗？你问你了吧，你准改不了。是不是改不了？好像不怎么生气了又。嫂子，我准改，改了，我错了，改了，完了。老说改你也没改，啊！哎，怎么着？最近天可凉了，啊！你穿秋裤了吗？话题转得有点快吧，这个。嫂子，我穿秋裤了。啊！少来这套。你准没穿对吗？嘛呀？我看看啊！这回来，还说说要动手啊？我心中的谦哥谦嫂跟我亲哥哥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打小一块成长起来的嘛，是，对不对？你一个是谦哥，一个是谦嫂，我是100%的尊重。那是，你看有记者跟我聊天，哎，你说说于谦都有什么缺点？你告诉我，我们炒作一下。他要挑事儿，我说你给我住口啊！那在我心中，谦哥没有缺点，看这没毛病，没有毛病，那真好。你要说特点，我能跟你说点儿。啊，特点谁都有啊，这个人有意思。你比如说他爱吃冰棍儿啊，那是贪凉。冰棍雪糕他喜欢，我喜欢吃。你要我吃一根就够了。是啊，谦儿哥反正30根50根，我一盒一盒吃啊。啊，他就爱吃这个。哦，这个能算缺点吗？这也没毛病，对吧？他还爱喝那个蝌蚪。哎，这您别乐，我们小时候喝蝌蚪是个偏方，北方的。大城市有这个习俗啊，比如北京，对，比如天津，对。每到夏天，小商贩摆在那儿，有一个盆啊，里边是清水，是河里边捞来的小蝌蚪，就是蛤蟆秧子啊，大概是5分钱喝一杯。哎，大人领着孩子喝去，说喝这个去暑，叫大凉。对，我可害怕，是吧？我要喝一杯就了不得了。哦，他是喜欢，我爱喝。哎，每次最少一盆。我全给人喝了，蹲蹲蹲蹲蹲蹲，喝完高兴了，哦，晃着脑袋啊，我找妈妈去了。哎，我给自个儿喝成蛤蟆秧子了都，这是他的特点啊。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呀？他爱吃剩饭，啊，那是节俭。他爸爸剩了他吃，没问题。他妈剩了他吃，可以啊。他哥剩了他吃，那当然。他姐剩了他吃，都行。我问过他啊，我说你们家就没个狗吗？也是。他愣了啊。狗剩的也我吃啊？没听说过。不是啊，喂狗啊。对呀。那我吃什么呢？哎，这嗨，哦，合着我非吃剩的不可。就是它的特点啊。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干净。干净不是毛病，过分的干净。怎么着？洁癖。哦，洁癖。于老师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得忙活3个多小时。这么长时间？早晨一睁眼先清理头皮屑。我都洁癖了，我还有头皮屑，我都让头皮屑给埋起来了，好像，弄着眼屎。哎呦，啊，啪！我再给这灯泡拆下来。嗯，刷牙，嗯，刷40分钟，这么长时间。刷完了之后抠这牙结石，
我一天刷40分钟牙，还长牙结石呢。牙刷没毛啊，干蹭啊，跟弄一棍儿那儿秃噜，掏耳朵啊，波楞波楞波楞，哗啦哗啦哗啦，哦，波楞波楞哗，哎，嗯，我听见了，嘿哈，以前都堵死了，哥的，忙活完了，揪这鼻须，这鼻子里那毛，鼻子里长那毛，它这个长得还长，长啊，可长可长的了啊，哎，有两天就到这儿，嚯，所以于老师有时候。思考的时候，啊，没听说谁思考这么思考啊，多恶心呢，所以他老得揪这个，啊，啪，啊，哎呀酸疼酸疼的，啊，愣揪啊，哎，揪完之后挤粉刺，啊，哎呀，啊，这个不能挤，怎么这还没熟呢，嗯，那等会儿吧，拿笔这写字，写我等你哦，哎，嘿，我跟粉刺拿什么约会，拿个牙签踢指甲缝里的黑泥，真够脏的。嗯，哟，这手上有一个大痦子啊！哎呀，大猴子怎么办？把皮撕掉，咸的。哎，这手上有扁平疣，那是拿小剪子把它剪掉。哦，哎，有剪子呀？有啊，那以后先剪鼻毛，好不好？嗯，忙活完了，一算时间，3个月了。啊，怎么样？该换内裤了。3个月一换呐。脱下来打开柜子把那条拿出来穿上啊，这条放在柜子里不洗啊，3个月之后就没味儿，嘿好，自然风干，这端起杯来一饮而尽，这是渴了，喝一杯开塞露，哎，那是喝的吗，那这一天才开始啊，这才算完事。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崇拜谦哥，是吗，他是我们心目中的情圣，就我这模样是情圣，他很厉害啊，是吗，尤其交女朋友他厉害，有什么方式，他同时暗恋40多个女生，那管什么，都暗恋人不知道，我可佩服他了啊！要是换我就不行，我记不住你知道吗，啊，记不太多，他摆了一大堆照片啊，你看看这些个哪个适合我，哦，我说我帮你挑吧，挑可以，这三个肯定不行，为什么，这三个是男的，这废话，这个也不行，这个是高峰的母亲，哎呀，我太不摘食了啊！我说不要着急啊，属于你的女孩一定会到来，那就等着。后来就遇见了我们的嫂夫人嘛，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她是去参加一个 party， 你看我还有 party， 她初中的同学给她搞了一个剩饭趴，剩饭趴，全班40多朋友啊，每个人从家带一份剩饭，哦，你不用带，我呢，你负责吃，拿我当垃圾桶了。定的是中午12点，但是10点半他还没有起床，我起晚了，他妈就喊他快起来，哎，起，是那个太阳晒屁股了，都这么说，他赶紧爬起来，哎，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哎嗨，犯得上犯不上，起来之后赶紧收拾啊，头皮屑呀，啊，挤粉刺啊，弄着黑头啊，哎呀，黑牙齿啊，都忙活完了这一套，哎，端起来开塞露一饮而尽，必不可少，出门去赴会啊，赶紧吧。出来之后走了没几步，在马路边上看见一个女孩，这女孩是就是未来的嫂夫人啊，就是我媳妇儿，模样相貌气质一等一的人才，这是漂亮，四目相对，嫂子愣了，啊，哎，怎么着，于谦认识我，我看过你说相声，哎呦真好，我好喜欢你的节目啊，哎，谦儿哥也高兴，是因为嫂子太好看了，漂亮，他就愣了，一高兴他就兴奋，对呀，啊，他不能兴奋，怎么呢，因为他肠胃不好，这爱肠胃什么事，他常年你看吃冰棍啊，喝蝌蚪，是吃剩饭，哦，所以他的肠胃有问题，不能兴奋和紧张，哦，一着急一兴奋马上肚子就拧着就疼，当时就闹，就得去洗手间，哎呦，啊，但是这个状况下又不变，哎，只能忍着，嗯，哎，哎呀哈，底气都没了啊！女孩高兴，我太喜欢你了，是是，就往这边跑。我呢？于老师迎着走，我还，你夹的还挺紧。嗯，站在对面，于老师这几句话云淡风轻，真大气。我说的是，姑娘你好，哦，认识你很高兴。嘿，天下那么多人，怎么就我们能见面呢？跟人转，莫不是上天的恩赐吗？说得好，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我是否可以到你们家去拉个稀呀，哎呀，这太扫兴了，这个姑娘说荣幸啊，这还荣幸呢，留一个联系方式，哦，要联系，那年头没有微信呢，是互相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哦，姑娘说跟我来啊，身后就是他们家，带
怒，进门来到洗手间这儿，姑娘拍，这是干嘛呀？哎呀，坏了，于老师，怎么了？我家声控灯坏了。哎呀，还不在这个了。于老师一摆手啊，你躲开那儿。哎，对，一会儿弄你一身。嗯，过来了。嗯，于老师进洗手间拿手机照着，嗯，找到那个马桶，哦，坐在那儿，全身心的劲儿都用在这儿啊，哭嚓，哎呀，啪，这怎么回事啊？灯亮了。我把人家的声控灯都治好了，就这房顶子啊，300多灯泡，洗手间，嗯，顶子上300多灯泡，是，好家伙，没拉过这么亮的屎。嗯，借着这个灯光，仔细打量了一下洗手间的装修，啊，看一看，这个四面墙都是透明的落地玻璃，这怎么设计的？四面墙都是玻璃。于老师心说，这种装修风格不可取。当然了，有一天我自己装修房子，我那个玻璃一面玻璃一面镜子，也别提这个，那装反了也没用啊。后来你做到这一点了。我没做到。就看这个女孩就坐在门外边那小凳子上等着我，给你发短信呢。哦，联系。嗯，哟，行行，别照了。于老师认识你，我很高兴。哎，文字。于老师给人家回，我也很开心。哦，我喜欢看你演出。嗯，有机会请你看现场。甭看现场，现在你进来多好啊！隔着玻璃瞎聊什么呀？打厕所出来，于老师有点尴尬。啊，是，真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哎，女孩说没事没事。是吗？我们也是没看过这个沉浸式拉屎。哎呀，别想词儿了。打这起，俩人的感情一下就拉近了。啊，倒好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婚姻。好话。到最后俩人结婚了。那是啊，郎才女貌啊。嗯，不错。谦儿哥天天想的是怎么对老婆好，哎，嫂子想的是怎么疼自己的丈夫，这互相嘛。嫂子还问我呢，嗯，我最近想下厨给他做饭吃。嚯，你们天天在一起，你告诉我他爱吃什么？你跟他说说。我说他爱吃什么呀？冰棍儿，嗯，蝌蚪，剩饭。你说点好的不行？不是不是啊，我是说那个就是人吃的那个，他能接受吗？合着我不吃人饭是吗？我说没记得他吃人饭呢。还不吃人饭呢？他贪凉。哎，他最近爱喝凉粉儿，也是凉的。凉粉儿嘛，豆制品。嗯，再切点那个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醋、蒜、盐、糖，稀里糊涂弄一大盆儿。很简单。他爱这个。对，嫂子说太好了。怎么呢？我要给他做凉粉儿，亲自下厨，买豌豆粉，把它和开了。嗯，锅里做水，倒在一起，搅拌均匀，放在边上等它凝固。就这么简单，凝固之后就可以切点黄瓜丝啊、胡萝卜丝啊、拍点蒜什么的了。这就是佐料了。但是等了半天，这一锅并没有凝固，没成功，可能是配方有问题。哦，嫂子端起来就把它倒在马桶了，就不要了，又弄了一锅啊，又不凝固，又倒，嗨，整整倒了三锅。嗯，嫂子眼泪下来了，难过了。我也太笨了，我就想给于谦做点好吃的，怎么就不成功呢？你看，哇。就哭了，还挺厉害。谦儿劝半天不行，嗯，给我打一电话。哦，你嫂子玩命哭，我说我去吧，赶紧劝你。我这一进门，嫂子过来了，撒手，什么毛病？你们这是？家有人啊？什么叫有人呢？你先撒手啊！先撒手、啊，我先说事儿。嗯，可不是先说事儿。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做凉粉不成功，不凝固，我都给倒了。对了，我看看。怎么样？这不是凝固了吗？在那儿凝固了。谦儿就在旁边。是吗？站在我旁边。哦，那么接下来呢？我这不是浪吹的吗？我这个、我说你给我拿一盆来啊，拿一盆，我切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蒜、小米辣、盐、糖、味精。哎，那个香油，没有香油我吃不下去。一大盆调料弄好了，嗯，拿出一把勺来。哦，谦儿哥，是，看你的了。啊、我真吃啊！于老师攥着勺蹲在那儿，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哎呦，40分钟吃个干干净净，全给吃了。吃完之后一抹嘴，嗯，其实我不应该吃。怎么呢？我有洁癖。哎呦，还洁癖。淮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很热情啊！哎，一楼的朋友们不停的喊好，不停的鼓掌啊！但是我听不见一点二楼的掌声。啊，现在仿佛二楼的声音就比一楼的带要大一些了。一楼的欢呼声让我听一听。多热情啊！淮安的城市啊，淮安的老百姓真的很热情啊！哎，我也祝福在场的各位啊，凡是鼓掌的发财100万。叫好的发财500万，哇！连叫好带鼓掌发财1000万，全是财迷哈。谁不想多挣点钱呢？今天是我师父郭老师啊，还有我的师大爷于谦于老师，他们二位相声专场，对，来到淮安这座美丽的城市，好地方。我们哥俩第一个给您表演，嗯，第一场演出啊不好演，怎么呢？你看啊，很多观众啊，嗯，还没有进到厂里来，刚进来的，没有找到座位的，没坐下啊，所以这个状态呢，情绪呢都不在剧场里面，慢慢来嘛。哎，我们呢慢慢给您说啊，咱们先聊会儿天，是先介绍一下，说啊，先说说我吧啊，因为什么呀，你看我们啊，尤其是我来说吧，就是一个德云社的小演员，哦，名气不大，没有什么名气哦，在场啊，我相信啊，3000、5000、5000、6000、7000、8000人、嗯、没有几个认识我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认啊，这看都是白手的呀，啊，认识我的大师喊出来我的名字，哇塞，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我好喜欢呀，哇塞，喊狗子的，但是难免啊，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不认识不熟悉的，嗯，所以来说介绍一下啊，你得说说呀，先说我啊，这个我姓张啊，弓长张，简体的九，南方的南，我叫张九南。感受到了吗？7000-8000人的剧场啊，我仿佛感受到了100-200的掌声，那就不错了。哎，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你这时候拍比刚才不拍还尴尬呢。哇塞，真的，人缘的问题，好尴尬啊！好吧，我这么多年演这么多年啊，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哦，真的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哪儿一般我演出都是人，哎呀，这什么样？玩命呼喊呀，喜欢我呀，没有想到来到这儿，嗯，没有所谓啊，因为什么？确实来说啊，没有什么名气，小演员嘛，大伙也不太熟悉，嗯，接下来，嗯，介绍点大伙熟悉的，哦，大伙喜欢的，是啊，大伙认识的，哎，掌声就会热烈起来，是吧？随着我的手，哎，我们一起介绍这个剧场。你看效果不一样了，对不对？行了行了，哎，来，掌声热烈起来。哎哎哎，可以了可以了。怎么了？介绍完你，你介绍这剧场啊？啊，我呢？你不在这站着呢吗？多喜，我是站着呢。我这名字介绍完你，你不得介绍我吗？别介绍你名字了，剧场用你介绍啊。哎，行，别介绍你名字了。怎么的？各位，今天这场面这都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介绍完我了啊，就那么200-300鼓掌的啊，我们大伙都瞧见了，对吧？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掌声，比较少。而且我还是一个逗哏演员，很强调逗哏，算是主角啊。哎呦，介绍完我了，都这么冷清的场面啊！一会儿介绍完这捧哏的，捧哏怎么了？更没人关注的演员，一会儿介绍完了啊，下边观众呼啦超全走了，至于吗？一会儿这灯啪灭了，嚯，台子咔塌了。啊！台上花篮啪凋谢了，后台演员咔死了，师傅、哎、没事儿、嗯。他求生欲还挺强。怎么办？一会儿师傅一上来，底下一个观众没有，师傅以为观众还没进场呢。行，我们师傅以为他卖不出票去了，你说多尴尬。哎，我明白你那意思了。怎么呢？你是怕介绍完我的名字？怕我尴尬。可不，介绍完你没掌声，怕大伙儿没有给我鼓掌的。对，一会儿他也难受。回后台他自杀了、哦、怎么办？那你可以试试。你跟还得试试。哎，行，听你的。哎，试一试。哎，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美丽淮安今天晚上最尴尬的时刻。旁边这位我的搭档叫做高九成。不要拍了，不要拍了，都停，不要拍了。你怎么还指挥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呢？
这不是他们多喜欢你。为什么？他们只是为了气死我。哎，对，你也瞧出来了。我发现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发现。回答你了。谁喊的退票？我招你惹你了？你退票？刚几点你就退票？进来没有六分钟你就退票？谁喊的？站起来我看一眼。哪有？哦哦，那儿有一举手的。最后一排那个你要退票是吧？最后一排那退票你过来，我给你退180，我退你，来来来。干嘛退180的？前面1000多我退不起来，你过来我退你。180。你能做200块钱主？来来，你退，你过来呀。前面没有喊的吧？哎，你看看，这小扇子扇的。哦，错了。哎呀，这观众朋友们还是很热情的啊。那是。我看这第二排坐了一个帅哥，带着女朋友来的。啊，对。哟呵。哟，真客气，还给你鞠个躬。真客气，站起来啪给我鞠一躬啊。是。您好，旁边那位是您女朋友吗？什么？老婆。哦，他说是破鞋，然后呢？没有，我听不清他说是什么。人说老婆，老婆啊！感谢您二位来观看我们德云社的演出。哎，尤其感谢刚才那帮臭不要脸的在起哄喊退票的时候，你一声都没有原因。你是一个老实的人，你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你是一个帅气可爱的男孩子。在这里，我送一首歌曲给你，还有你的老婆，送给他们夫妇。点一首庄心妍演唱的什么歌？走着走着就散了。对。你要这么跟人聊天，你走着走着就没了，人得打死。哎呀，我发现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敌意很大呀。是吗？都比较喜欢这边的演员，是不是？哎呀，人缘还可以。那好，那我走了好吗？哎呦，你看这声音，我的天，这俩姑娘，举着手，拜拜。姑娘，你那腋毛都飘出来了。你看得太细致了。哇塞，这姑娘旁边是三个大哥连一起坐，三个大哥一起出来、对，连一个女的都带不出来是吗？你淮安的姑娘这么漂亮，你们仨，哇塞，好废物。然后刚才那个前面我看有几个喊退票的、那边老也喊退票，一男的，你给我站起来，第三排戴眼镜那胖子，给我站起来，坐下。人站起来让人坐下，你什么意思？真敢站起来，穿一北面的半截袖，好，你胖不咧咧，你那大下巴啊，多大岁数？不超过30吧？不超过30，那发际线秃到后边了都。你是清朝的阿哥呀你？让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人脑门宽，那心宽。站起来。对，人凭什么听你的呀？你们上来。你们为什么这么欺负一个外地人？你们。简直能、我不演了，我走了啊。干嘛走、啊、我的天，欺不欠人，你们下午排练过了，多奇迹呀。啊，拜拜。你回来。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站在台上看见底下全是伸手的时候是在欢送我的时候。好、啊、拜拜。你别老走，你没演完呢你就走啊？我演什么？我一个人跟欺不欠人对抗，没有一个喜欢我的，全是支持的死胖子、糖尿病的。哎，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死胖子、糖尿病啊？你不，他们糖尿病，各位你们不知道，他餐前血糖46。对，我得甜死。我谁告诉你的？你胡说八道呢！这还用说吗？我们来这淮安演出，住酒店，我们哥俩住标间一屋，上厕所他那尿都招蚂蚁。对，招蚂蚁，招蚂蚁怎么了？因为它甜呀。你尝了？还因为它甜呀你？啊，你也不帮着我是吧？你是不是偷吃？我跟你说，你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注意你那虫子牙吧你。好、啊，哎，喝甜的。哎呀，我没想到台上台下一块欺负我。怎么了？我跟你说，你们别再跟我起哄了啊！怎么了？我也不瞒你们说，各位，我在淮安有命案。有事啊！我差点被淮安人打死。哎，要露脸吗？不是这么欺负我吗？怎么了？各位，张九南再说最后一句遗言，说完就死。说完我就下去了。下去了？说什么呀？就说最后一句，留下吧。不是这么欺负我吗？嗯。张九南，罢演。你听听啊！你敢再说一遍吗？我爸演，我演，
我真没想到啊，你太坏了，你这叫台上撅人知道吗？台下不跟我说，台上你突然来个你爸演，让我演玩人是不是？好好，今儿我就满足你，你爸演吧，我来。哎呀，行，那我走了，拜拜。别走，别走，快点跑。都甭叫他，他还真走了。没关系，您各位，我给您放心，他不演有的是演。别，再说了，相声有很多形式啊。对呀，单口相声也行啊，咱德云社演员就这个什么都能来，自己说个单口相声就不行了吗？但是啊，我觉得一个人说呀有点耽误您这票钱，本来花一份钱得看俩人说，少看一个人有点亏得慌，不能让您吃着亏。后台来那么多优秀的演员呢，随便叫上一个来都比他强，给您换一个好不好？哎，啊，来换下一个演员。下一个也是我。要不要脸呢？介绍一下名字，嗯，跟大伙聊两句，嗯，对，有个互动。是，哎，张九南还有高九成，哎，我们哥俩，哎，淮安的观众真的很热情啊，嗯，我们哥俩都是从小一起学相声，一起说相声，都在一块儿嘛。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大伙儿也都知道四门功课，大伙儿都熟悉了啊，咱们一块儿说啊，四门功课。就怨你，我就贱的，我就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这个是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唱是辅助。对，你看我们从小啊都学习这四门功课啊，都得下功夫。当然了，你不能从小就只学这四门功课呀，也有别的。小时候我们都是在一块儿上学啊，德云曲艺传习班也上课嘛，教我们的老师就是我师父郭德纲老师。郭老师，哎，小时候啊，你看我们这都是在班里啊，逗哏的坐一边啊，捧哏的坐一边。我打小就都分出来了。各位，小时候你就能看出来啊，逗哏的演员他聪明。怎么能瞧出你聪明来呀？就能看出捧哏演员傻。这不胡说八道，怎么能看出都是往这一站往这一坐的？哥，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可以看两边大屏幕啊，看不清的。哦，小时候我们逗哏的坐一边，你看我们坐那样什么样，一个个，嚯，哟，嘿，还耍酷呢，都这样式的，跟雕像似的。你看捧哏那边，我们呢，哎，你行了，你看。我们这不做一帮弱智吗？这是你看总结得很到位啊！你看什么到位？你说这不对。我们这第一天啊，大伙都做好了。嗯，师傅进班呀。嗯，抱着书本，师傅来了。哎，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伙上第一节课。什么课？第一节课咱们不学什么东西。哦，就问大伙一个小问题。什么呢？将来你们长大了，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哦，问问志愿，为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踊跃的举手回答问题，都问这个。一看逗哏这边，师傅我说，哎，师傅我说，这是举手呢吗？嗯，踊跃。嗯，啊，捧哏那边，我们没变化。师傅说那我就点了啊。嗯，先点逗哏这边吧。你们那边岳云鹏。哎，说准了，岳云鹏站起来回答问题。嗯，师傅，我将来就想好好说相声，将相声发扬光大，哦，争取有一首歌曲传唱大江南北。五环啊，好孩子，好，坐下，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那是实现了。坐下啊。后边那张鹤伦，师傅，我也想好好说相声，将相声发扬光大，将来争取登上一个节目叫做欢乐喜剧人，然后呢我拿一个亚军。真能有预判，啊，好孩子，你也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坐下啊。张九南，师傅，哟呵，怎么你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呀，啊？跟个猴似的呢。我没有那些师哥们伟大的能力，也没有他们那么远大的志向。我就有一个小的希望。希望什么呀？我想一辈子陪伴在师傅身边，一辈子伺候师傅，陪伴师傅。
到老啊。好孩子，师傅认你当干爹。对，没听说过。这师傅也太没溜了，这个。哎呀，你还真会舔你。你下回你就改叫舔狗。嗯，捧哏的有没有回答问题的？哦，哎，你再学这我就抽你啊！我点了啊！啊，孙悦站起来。哦，孙老师，这是站起一头猪来呀！这饿了还是没睡醒啊？我没有什么愿望，郭老师。哦，我的愿望就是他妈吃。对，想吃要不那么胖呢？臭猪，坐下。旁边那个狼和岩站起来。对，这又一头啊。师傅，我的愿望是跟孙悦一起吃。对，那就在一个槽子里喂两个。哎呦，两个臭猪啊。嗯，哎呦，捧哏的希望我想都寄托在高九成身上了。哎，我呢？你不要让老师失望啊。我什么样？站起来回答问题啊。师傅，你看我多正常。我有伟大的志向。我也想干什么呢？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宇航员。那我学什么相声啊？好孩子，继续说、嗯、成为宇航员之后呢，我要造一艘属于自己的宇宙飞船、嗯、去探索银河宇宙里每一个星球。好孩子，会感动的，太感动了。具体说、先探索哪个星球？上哪个？老师啊，我要先登上太阳。对，我上太阳上班。不是，太阳温度那么高，烫死你怎么办？就是。师傅，我可以晚上去呀。哎，晚上没太阳。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这个怎么了？这还是傻子说出来的话。从小啊，他们对于、啊、我们相声这些知识啊、嗯、他们都不怎么学习。谁告诉你的？我们不一样。嗯，不光学习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还有呢。从小啊，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嗯，学习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曲艺这些多一些。文化课我们也上。从小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四大名著，这大伙也都看呢，《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对，《水浒传》，嗯，《青楼梦》，《红楼梦》。可以，可以。《红楼梦》，《红楼梦》，嗯，最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好、啊、喜欢看呀。嗯，全书7419个人物。你还数了？没有，我瞎说的。对，这不骗子吗？你喜欢看三国吗？我也爱看啊。喜欢看三国？太久，看好几遍呢。今天当着淮安的老百姓问你一个小问题，好不好？关于三国的吗？啊，没问题啊。能答上来啊？能啊。好比说有一天你熟读啊，高九成啊，啊，你穿越回到了三国时期。我穿越到三国，回到了三国时期。哦，你可以挑选5个人陪你征战天下，你会怎么挑？嗨，挑关张赵马黄啊，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对，他挑的没什么意思。就跟我一块打天下呀！各位，在三国时期，你就挑5个人，挑5个打仗厉害的将军，你就赢了。那还不行吗？智囊团不要了，诸葛亮不要了，程昱不要了，司马懿不要了。你说挑5个，先得挑5个能打的。你挑的不对。哎，那我不对。比如说你要穿回到三国，你挑5个，挑谁呀？我挑5个啊。啊，孙尚香、貂蝉、大乔、小乔。这还差一个。来一个华佗，给我调养身体。你呀、啊、你就穿回去，你也是个渣男。哎，喜欢看这些古典名著、嗯、4个女的1大夫。然后呢、嗯，然后呢，这个三国时期呢还有很多的小故事。什么小故事？到最后呢演化成了一些经典的成语。哦，那太多了。您比方说这个、啊、孔融让梨，那也是三国的人物，经典的三国的故事啊。孔融让梨这个成语故事怎么讲啊？你会啊？这是著名的三国人物，叫孔融。对，北海太守。他4岁的时候，嗯，他的父亲母亲吵架，嗯，孔融呢在旁边说话，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这是孔融小时候还是你小时候啊？都喜欢看。就看这看对吗？不光是喜欢看这些古典名著。嗯，传统的文化咱们国家讲究诗词歌赋啊。对，对吧？嗯，首先说咱们说这个诗。诗诗是什么？就是诗啊，对吧？诗分很多的、啊、你比方说、啊、诗吗？你比方说这个七言的、嗯、哦啊，五言的，嗯，绝句的，哦，打油的，藏头诗。
啊，藏头诗啊，怎么了？藏头诗我还真知道。那你说一说藏头诗。我太知道，这就是把脑袋砍下来给藏起来了，光剩一身子。你说那叫分尸？嗯，什么叫藏头诗啊？一首诗啊，甭管几行，每行头一个字连起来，这是一句话。哦，这么个藏头诗。哎，暗藏暗表，这叫藏头诗啊。我就会写这个藏头诗。你还会写？哎，你写哪首了？前些日子啊，我一好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我看上一个女孩，哦，暗恋她好几年了，但是一直不敢向她表白。胆儿太小了呀。我想呢，给她写一首诗，你呢，给我写首诗，写首藏头诗。藏一句什么话呀？藏一句话就是说跟她表白，我爱你这么一句话，给她发过去，向她表白。我说行，这女孩叫什么名啊？这个女孩啊，姓武，武，武术的武，哎，叫婷婷，婷婷，亭亭玉立那婷婷，武婷婷。哎，我想藏六个字，说什么？武婷婷，我爱你。哦，就把这句话藏到这首诗里头。对，把这六个字藏到这首诗里头。那你给她写了吗？很简单啊，当时给她写成了这首诗。怎么写的呀？跟各位说一说怎么写的啊？啊，写的好极了。是，六行，我们听听。六行，每行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这句话，武婷婷我爱你。你怎么写的？听听我怎么写的啊。哎，武婷婷我爱你啊。啊，武大郎，停下停下，我要买烧饼。哎，好嘞，你要买几个？嘿，头回听说这表白是做买卖呢。后来跟我这哥们儿也没联系了。对了，那成不了。这是诗啊，这不光这一种诗，很多种呢。哎，其实这个您说啊，这个诗，然后呢词歌赋对我都比较喜欢，都是文化。还有什么呀？对联我比较爱啊，吟诗答对，这是文人干的事啊。哎，这些我都比较喜欢。还喜欢对联？就是去年跟师傅去国外演出去嘛。哦，国外演出，各位，咱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啊。那是，很多外国的老百姓也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喜欢啊。去年我们去澳大利亚演出，有一个外国人就说了，说我想学一学你们的唐诗。外国人学唐诗？我说没问题，很简单。当时随便翻译几首让他学去了。翻译几首？对，把唐诗翻译成英文让他们学。哦，就英文你也会，你给翻译的？都行，都行。哎，你翻译的哪一首啊？随便，哪一首都能翻译。唐诗三百首那么些，你全能翻译啊？随便挑一个都能翻译。哎，那我现场说一个，你给翻译翻译啊？没问题啊！你现场当着观众，你随便说一首诗，我就给你翻译成英文，试试。来，春晓可以吗？没问题，你说一句，给你翻译一句，就这首啊！来，连名的带作者名的，来来吧。春晓，我要用正宗的伦敦腔。来，春晓。The spring morning。啊，听着有点恶心。孟浩然 Mr. 浩然孟、行行，来古诗啊。春眠不觉晓， The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处处闻啼鸟，咕咕咕咕咕咕、哦、完了啊、夜来风雨声 ，night，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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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噼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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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落知多少 ？Flower， one， two， I don't know。你这就是诈骗。其实会说，会说什么会说？会翻译。刚才是逗大伙儿一乐，你逗什么乐？好好给大伙儿翻译这几句啊！你自己来。春眠不觉晓开始啊！这句四句诗 ：The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 not to a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 After one night and showers, how many other fallen flowers？ 哦，哎呀，怎么样，佩服不佩服？中英结合。你呀、我知道你这肯定提前背好的。这不行、哎，这蒙上了，赶上了。刚才说的对联也行啊。那对联那更难了。那有什么难的？不是你能蒙的。那规矩大伙都知道。
你会啊？做对联，大伙儿规矩谁不知道？什么规矩？臭大街了，讲究天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有几个没跟上节奏的啊，都熟悉、哦、还行，可以，都熟悉。大伙儿知道，你也知道哈，知道。那我给你出个对的，你听听啊。哦，他要现场考一考我啊，随便来。我这对的可难，你来个女的。你这对的可难、什么女的呀？什么叫难呀？非常的困难，随便来，从来没有过下联的。我就给你对上下联来，今天就考考你。来，听我这个啊，上联：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这是上联。哎，喊着你这上联，下联张嘴就给你对。你对一个，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哎，打北边来、哎、啊，我让你给我对绕口令来了。你那不就跟绕口令一样吗？谁告诉你的啊？我这是列国典故。哦，还有讲呢。当然了，能解释解释吗？能解释。您说，我这说的就是孔圣人。哦，孔子。哎，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天呢，走在半路途中，突然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处躲，没处藏了。正好这路旁啊有一棵大树，年深日久啊，火烧塘了，里头就空了。孔子一想啊，我上这树里背背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孔子进空树了，孔进空树，空树孔。空树里头有孔子，空树孔，孔出空树。雨过天晴了，孔子打空树里头出来了，孔出空树，空树空。回头一看，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入孔，孔出空树，空入孔。没憋死你呢？那你甭管，头一个死于窒息的相声演员，我愿意。你能对上来吗？下联张嘴就来，来。人吧嗒拖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滋滋滋。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下联啊，下联。对呀、啊，咱甭说事儿对得上对不上啊，你这字数跟我那都对不上。那不能，你那多少字？我这个十八、啊、个字。我这也十八个字，不可能，你那不是多俩就少俩。数，数啊，数。先数我的。来，你来，来，按着啊，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哎，这不仨吗？对，我前面那仨五白数了，落到这仨上，最后落这仨上。看我的啊，嗯，人吧嗒，拖哗啦，咔嚓，扑通，哎呦，不不不，滋滋滋，哎。你抽鸡爪子疯了，这是。我左手不太听使唤，不听使唤你换一手，好好给你来一个逗着玩儿去了。肯定十八个，哎，肉吧嗒汤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肉你怎么跟我那不一样啊？肉吧嗒汤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你那手还不递这手吗？吧嗒拖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滋滋滋，哎呀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也吓我一跳，怎么样？你这字数对上了，啊、事儿对得上吗？你那是什么？我这是列国典故，我这个人实事，实事对典故倒对得上。我给你讲一讲什么事儿？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在北京有一小院儿哦，挺好的，挺好的院子啊，地理位置不太好。哦，怎么不好？前面是粪坑，后边是公共厕所，左边化粪池，右边是臭水沟。那你们家这环境可以啊。然后呢，这一到夏天啊，这院子里啊，就是苍蝇蚊子啊，臭虫啊满天飞，屎壳郎啊满天飞啊。我在院子里，我正那个闲情雅致，弄了个躺椅啊，沏了壶茶，我在那儿喝茶呢。就在这环境里头喝茶。嘿，真喝得下去。日吧嗒，这怎么回事啊？一屎壳郎飞过来撞我脸上了。日吧嗒，哦，
那汤，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倒了，汤哗啦，茶杯碎了，哗啦，咔嚓，椅子折了，咔嚓，扑通，我掉地下了，扑通，哎呦，硌着我腰了，哎呦，补补补，连放仨屁，子子子，熏死这屎壳郎，去你的吧！淮安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今天非常的荣幸，哎，能够参加我师父跟于老师的相声专场。对，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到淮安。没错，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什么呢？淮安的观众朋友是最支持德云社的观众，哦，最懂相声的观众，嘿，都在这儿呢，啊。我认为啊，一会儿我跟我师父商量商量、啊、哦，在淮安干一个德云社的小剧场怎么样？大家千万别信，昨天他在苏州也是这么说的、对，我在苏州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在淮安干一个小剧场、真的特别的开心，嗯，很爱到这儿来，是因为这儿的观众特别捧场，还真是有的朋友上来熟悉，嗯，有的朋友就不认识，那很正常啊。先说这俩穿得跟萝卜似的，这是谁呀、哎啊，给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这个应该，我叫张鹤晴，对，这位是我的搭档，哎，北京的相声名家，谈不到名家，刘哲老师，谢谢大家啊。刘老师相声说得非常的好，没有没有，您高捧了，爱听相声的爱听刘哲，是吗？啊，有爱听张九南的，爱听高老师的，哦，都有，对，有好多朋友啊不爱听相声啊，有说你们这说相声没什么啊，长个嘴都能说，哟，不是这么回事，有点轻视了。昨天我在马路上，嗯，碰见一家三口人，哦，都长着嘴呢，多新鲜呢！一人就说一句话啊，这仨人说不了相声，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一家三口怎么说的？孩子先说的话啊，孩子说：“叮叮叮叮叮叮。”他爸爸说了：“大得多，别多大。”他妈妈说：“对不大，大得别多得。”你这玩意儿你听得懂吗？确实是长个嘴就能说吗？没听懂，我也问了半天才问明白。您先跟我们说说，就这孩子说的这是什么？晚上孩子一抬头，看见天上有星星，星星，星星，叮叮叮叮叮叮。哦，这是星星。哎，那他爸爸说的呢？大得多，别多大。这句是大舌头，别说话。那他妈妈说的呢？对不打，打得别都得。这是你们俩谁也别说谁。好、哦，这一家子是长个嘴就能说吗？没那么容易，能说得会写，哎，得会创作。您刚才我师父那作品，嗯，都是自己创作的。那可不嘛。当然，他也有很多传统作品进行改编的。对，哎，把传统节目当中肮脏的东西拿掉，好，加入更肮脏的东西。不是，那之前那些拿的干嘛呢？就加入更新鲜的血液，换好的。哎，你得有文化呀。对呀，当然在德云社这个团体呢，怎么样？我也别瞒您啊，您也都知道。什么意思？德云社能有，您能有什么文化呢？不是，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你要左脚的，要右脚的。对，一双都在嘴里呢。就拿我师父来说，就没有什么学历。啊，我师父初二，啊，郭麒麟初二，郭汾阳六年级。你呀、今天演完以后，明天你就还叫张潘了，你就。王九龙初中，说明什么呀？说明老郭家这一家子人没见过化学书。对，这一家子初二是个坎儿，你知道吗？没有化学这门课程，嗯，没见过化学，没有什么文化，哎，没有文化是德云社的企业文化。
这叫什么企业文化呀？我们公司那个 title 是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不是，那个有限不是那个意思，极其有限，没什么文化。但要说都没有呢，也算冤枉我们。哎，确实是有那么一两个出类拔萃的。是这不、啊、本来说对了，非得改错了是吗？出类拔萃。这儿，我哎，老动手动脚。这个肥仔，啊，谁肥仔？那个小胖胖，刘哲老师，这是德云社拿得出去的有文化的演员。德云社这个文平均文化这个文凭都让您帮着往上提一提耶、yeah. 啊、别客气。刘老师在今天这后台学历最高，还行，全后台就他一个人小学毕业，然后这就是状元。别状元了、嗯、我小学毕业有什么可美的。好，你要在我们这几个人里边你就是文曲星转世。我小学毕业我就文曲星转世了。许仙他儿子就是文曲星转世，许世林。对，你就许世林。我你爸是许仙，你妈是白蛇，老姨是小青，你怎么随法海了呢？我爱他那袈裟，你管得着吗？你有点文化，有点学历，还行，讨厌是吧？还行，学中文的是有点文化，当然你说相声要太高的文化也没有必要，哦，主要还是我们这四门功课。哎，对，说学逗唱，这都是基础。你要轮到我身上呢，您学还是比较见长。哟，那这学的范围可特别广泛啊！咱就拿这个学唱来说，哦，学唱歌。哎，这我比较喜欢啊。对，歌曲它是强项，因为我有很多的偶像啊，比如说呢，汪峰老师，哦，知道吗？知道，汪峰是我的偶像，是吗？他的一生对创造了，等会儿，他的什么？他的一生，据我所知，汪峰老师还健在呢。就是他创作了好多歌，那叫至今为止。我认为没必要啊，有一个歌就够用了。哪首歌曲？北京北京，是吗？哎，你这么着，你先把这个北京北京给我们大伙儿先唱上。原唱是这样。好的。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大主鼓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北京，北京，哎，哎，哎，咖啡，别咖啡了，猪尾巴吃多了，你老跟这儿摇什么呀你？我都沉醉了，这歌到哪儿都能唱。是吗？你把那个北京地名一换，到当地唱当地的地名，一换就得，一换就能唱。你比如说那个天津，天津，天津，叫南京，南京，南京，淮安，淮安，淮安，我爱你。瞧瞧，会做人啊！甭管多大的角，到这儿也得力争。我爱你，哦，长春，长春，长春呐啊啊啊！一听这手绢就转起来了啊！哎，对了，哈尔滨，这咱等会儿吧，这不对啊，这不对啊！这个汪峰的商演路线是根据德云社小剧场这么来的，
啊，对，这个路线我熟。那你这样啊，你让哈尔滨的观众到长春去听。啊，对，倒是离着不远。哎，对对，就是您那意思，换一个地方是吧？就到哪儿都行。哦，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啊，没难住你啊。都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去那个地方，唱不上来，告诉不去。知道为什么唱的好吗？为什么呀？哎，你为薛汪峰一唱就像哦，因为我有高科技的产品。什么高科技？我有我自己研发的唱口贴。什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您不光是演员，您等一下，谁都可以。哎哎 哎, 哎，到去下单，您先别下单。什么贴？我没听清。唱口贴。创口贴啊，不对，那叫创口贴，那是破了贴上愈合。我是创口贴，怎么个创口贴？喜欢哪个明星，买一个他的牌子，往脸上一贴，啊，唱出来就是这个歌星。创口贴，我发明的，我还真头回听说。哎，不是，您今儿带着呢吗？我看看，啊，这有。你听这是谁？哎。你倒轻点儿啊！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还真不错，你们要鼓掌要叫好，大点声，我师父能听得见。嗨，哎，他也听见。哎，下回他还带我，以后张鹤琴的成功有淮安人民每一个人的功劳。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第一次见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哎呀，我都说相声，我还要脸？支谦牌的，薛支谦的，还有吗？什么歌都能唱。什么歌都能唱。贴上就唱，贴上就唱。对了，青藏高原，还真有。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太棒了，谢谢你。亲爹，你是人吗？你不是人，我知道。可以不是，有你这么干的吗？高谦给我留着呀，就是告诉你，郭老师，高谦是我唱的。这都是学，哎，这都学的范畴。嗯啊，你包括外语，英文，那外国话也能学。我外语学最好，是吗？专业八级，哇 ，professional one two three four， 啊，还得现数 eight。哦，这八级。对了，我跟您学习学习怎么样？啊，好啊，就是那我中文，啊，您英，哎，对，来，行哈 ，so easy。啊，那个苹果 ，iPhone。四个苹果 ，iPhone one two three four。五个苹果 ，iPhone five。大苹果 ，iPad。保存体力，你还真不傻，啊，你不是保存体力，不是，我说的是吃的那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橘子 orange。爸爸干嘛？你看你说相声学外语，你教我干嘛呢？说事儿，说事儿。我让你说爸爸这单词啊 ，father。没毛病，就拿我当自己儿子那么叫好啊，没毛病。我跟你说朋友们，演了这么多场，就这个爸爸叫一点都不冤。 Father， 亲 Father。 哎，就听得见听得见。我想知道你有几个妈妈。我有这么多好爸爸，我就不要妈妈了。妈妈 ，mother。哎，你看，你妈没有你爸多，不重要，是亲的就好，不在多少啊，不在多少。好嘞，好嘞。爷爷，哎哎哎，答应早了。哦、啊，你爷爷都不买头牌票是吧？哦，就是你给爷爷买的都是二层的票是吧？你管着吗？我爷爷腿脚好，上得去。哦，你说一排的朋友腿脚不好？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爸我妈啊！这都实在亲戚，咱原谅他啊。什么词儿？什么词儿都忘了。爷爷 ，father 的 father。歇会儿吧。爷爷 father 的 father，那奶奶还 mother 的 mother 了。你说那是姥姥，奶奶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姥姥是 mother 的 mother， 我不是，姥爷是 mother 的 father， 我舅妈是，还有舅妈呢，怎么 mother 的 brother 的娘们儿。你要谢 ，Thank you, fathers。你要再老这样，我抽你了！哎，讨厌！行，张鹤庆，算你有能耐。哎，你要这么着，你听，你给我说说这个单词，对吧？祖宗，完了，死！他得从现在开始一直 father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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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等他说完了，过年了，没有这么麻烦。那老叫爸爸合适吗？这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了。祖宗没有这么麻烦啊、一个单词，大伙儿就叫好，是吗？祖宗，这是 monkey。啊，不是你倒不傻，猴。哎，当然咱们那个祖宗是 monkey， 他那个祖宗可能是 pig。老净说我 pig 会拼吗 ？pug pig， 完了，爸爸们他不会。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张鹤庆的爸爸妈妈们，你已经露怯了，知道吗？那猪那单词再给我拼一遍 ，pug pig， 猪是 pug， 对了，猪是 pig， 哎，猪是 you， 猪是爱。猪是 you， 猪是爱，猪是 you， 猪是爱，猪是 you， 猪是爱，哎哎哎哎，这回是观众自发的啊，对吧？爱谁谁吧，这得学啊，这得有都有技法，学就学这个，学外语，学小曲儿，嗯，学唱歌，这都算学。哦，当然我最好的不是这些，您最好的是什么？快板儿。快板，哎，包的快板慢弹，半天没拿板了。我的天哪！20分钟以后，他终然想起快板来了。不光认亲戚了，在这儿。哎，嗯，这快板啊，分三派，哪三派？王高李，王凤山，高凤山，李凤山。对，我一猜就是说什么都凤山。凤山 boys， 李润杰先生，李润杰先生，三派打板都不一样，各不相同。李派是这样，李派。这叫马蹄点儿，我们术语管这个叫剃头。
唱啊，摄影，净弄这没用的。摄影，你看有人搭理你吗？哎，李派讲究有人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怎么个有人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作品里都能体现出来。您给我们唱一段。高高的山上有人骑骆驼，我这个小段呀告一段落。谢谢。完了，短小精干，您这不是诈骗吗？您这个诈骗不没有哪儿就有人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了。高高的山上有人骑骆驼，有人。有事儿，骑骆驼出去，那一定是办事儿去。有劲儿，人骑骆驼得有劲儿啊。有趣儿，太有趣儿了。有急事儿不打车，那骑骆驼。就这，这是李派啊，这是李派。王派开场就不一样了。哦，哎，王派是这样，哪样？哎，对对对，摄影，来来来，这是我的小心思，这是啊。王派唱的就多了啊，什么都能唱，什么都能唱。过去王凤山先生唱报纸，哎，这是真事儿。你快板讲究有板有眼有折有韵，对，报纸不用啊，没有折韵是吗？咱都看过那新说唱，嗯，有折单押双押，对，报纸新闻时讯故事消息哪有？单压双压可不嘛，所以王派都能唱得进去。嗯，这个王派主要唱的是板槽和句头。对了，什么都能唱，什么都能唱。哎，给我们来来。我当时大意了，没有闪，笑一下，他突然袭击我，偷袭，啪，一个左边腿，啪，一个左正蹬，啪，一个连五鞭，什么了？点到截止没打他，计划发。这都王派。你好，我有一个帽衫，我要在网上问问，穿上以后显得很忠诚，像个大耳朵矮人。这都王派。你有一蛀牙，你今天的演出 CT 不 CT？ 今天的演员 CT 不 CT？ 今天郭老师和于老师 CT 不 CT？ 太 CT 了，我的老 baby。什么都有。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在现场比谁蹦得高的简直就是耍赖，不好意思你们非要逼我当个反派，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哥们儿打好领带，我管你什么长派都在我面前少来，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我想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向讲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给我站成一派。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啊，王派。哎哎，您这不都抖音吗？您这个对呀，快板啊，这不就是字节的跳动吗？他还真有的说，你瞧没有？你打快板，你不得有快手吗？啊啊啊！快板就快手、啊，你快板你不得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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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打吗？啊，对对对对对！感谢三大门户网站对我的支持。是是是，没这仨今儿你还演不了了。你们真是优酷啊！你们这是。啊，该高派了。哎，高派就不一样了啊。高派主要是现编词现唱。哦，现编现唱。哎、开场板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介绍的啊。是，主要是内容。哦，眼快、心快、嘴快。这眼快看见了，心快编出词来了，嘴快哎唱出来了，就这么快。这高派这里边这有一句术语啊，这叫 freestyle。什么时候有的这术语、啊？我在高派我还有个艺名，您的艺名叫德云五队 hip hop MC AKA 情哥哥。我说您这艺名可够长的，什么都能唱，什么都能唱，点什么唱什么。那我可要给您出题了，来吧。啊，别的不提啊，您先给我们唱唱网吧，我们听一听。现在那个网吧、网咖，哎，新词儿。对了，他们都唱大鞋铺，咱不唱这个，啊、不唱那老的同仁堂不听了。同仁堂不唱，唱网吧。哎，与时俱进，现编现唱啊，试试啊，嗯。别忘了唱得好，让那边给点消息。你甭老嘱咐这个。这个稀哩哩哗啦啦，眼前就来到了大网吧，要拆迁。这网吧里的人不少，都玩着游戏笑哈哈。哦，有半条红警和大话，奇迹传奇魔兽争霸。
老点儿，有新的啊，有新的，有新的。有 double Q, triple Q, and Emily has been slammed。啊，射击的游戏保您过瘾，想吃鸡还得枪法准。现在的电竞选手真争气，多次获得好成绩，打败了外国选手拿第一。想当年呢，那都是各大网吧的 VIP。行啊，没问题，还真没难住你。说什么唱什么？唱唱低听。你这个病好不了了。怎么了？今年快40了，还奔低听？你管着吗？奔低听，我减肥去我。低听啊，低听，听着啊，哎，这个叮叮叮，咚咚咚，眼前就来到了蹦迪厅。这迪厅里的气氛真不赖。年轻人都把他热爱，三五知己开瓶酒，散座卡台来游走，你敬我，我敬你，这不感恩有你在一起，我惯你，你惯我，咱俩的生意一定火。迪厅的音乐到了高潮了，全场的观众一起摇，一起摇，一起嗨，所有的烦恼身后拽，唱歌跳舞喝啤酒，谁跟谁都是好朋友，今天谁都不许往家走，咱们大伙喝一瓶。我什么都能唱，一喝喝一宿。哎，主要是什么都能，主要是于谦不让走。哎哎，对对对，什么都能唱，什么都能唱，可没难住你。说什么唱什么。那我可再出题了，这是我的能力，唱唱德云社，来。哎哎哎哎，回来，什么意思？唱不了了是吗？我跟你说啊，他这算害我。我怎么害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爸爸妈妈们都坐这儿了。啊，我师傅这阵儿该备场，也因为我们这快要结束了。是你师傅就在这儿站着，就在这儿就能听见呀。啊，刚才那网吧呀，迪厅啊，唱不好，这算应该的。啊，因为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哦，德云社行吗？怎么了？这是生我养没有生我，这是养我养我的地方啊。这是人话吗？万一我要唱不好，我师傅听见了，下回没我了。那你不刚才这什么都能唱，车里就能唱，这叫 freestyle， 是不是你刚说的？啊，你那能耐呢？唱啊，听啊，听啊，大伙听不听？各位，你看看，你要不唱，待会儿退票都得算你的。哎呦，那我可退不起，是吧？那咱就唱，唱，唱没问题。哎，如果我要唱得好，朋友们别忘了咱这暗号，马上他就在侧边梁那儿，一听就听见啊。谢谢谢谢。你先唱，德云社啊，德云社，德云社，德云社，德云的相声真不错。哎呀，这个男女老少都喜爱，顺应时代节奏快。嗯，德云的演员都有名，都有名，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现在很多的流行小曲儿、网络语，我要说起来呀、啊，准保在座的各位乐不停。哦，像什么盘他心态、一奶奶、饼哥带你发大财啊，五环唱。啊，五环这边儿，一见公知道领见不要的本宫，细心见站立公阿门，听这高腔儿，还有叫小帆，不翻呐，这样的经典真不少。您说德云能不好吗？看今朝德云社，怀抱着梦想磨砺前行，这不忘初心风雨无阻的相声情传承发展的重任担在肩，德云社，我们披荆斩棘再飞腾。好。下面请您先